较深的道理啊。哦，因为伊讲文文的内底正深，不过因为即内底讲得会真正，即后面讲得会详细。即毋是讲即句话即来讲的起来物件吼。那所以呢，咱另外都大约啊，即个物件先啊，哦先啊讲一下。啊，是咱后转，哦，咱后转后翻。咱啊，我拍一个迄个泡泡影，啊我。再秀出给大家看，好吧？以我们的宏观、我们的小观到我们的宏观，啊，来对当中以宏观的这个怎么样？宏观的这个对小观这个怎么样？宏观这个怎么样？哦，啊，以每个人对小哇一起当中来，我刚想清楚，这个是以现在中美来对当中也总结搞法，那一般来说，一边进这个观，一边修这个观，才能对了哈。啊、所以呢，这是啊，咱平常应该我们这个是方便话哦，啊，应该从这里大家做一个啊结束哦。